接着洗啊，各位，这个破甲暴击，这要再搞一个攻击免爆，先等等。如果要这个免爆的话，再洗攻击很难的，免破不要了是吧？免破不要了，是接着洗吧。免爆，我要破甲，技能伤害99，这个真香啊！破甲81是吧？破甲攻击速度提升，暴击这个就锁了呗，接着洗。这先洗一个红的，我觉得最后一个红的应该比较好洗啊。你看这个消耗贼快，免破。免破不要啊，各位，但是这是97的免破，这个我先留一下，这是先别着急，这我觉得超级牛了，免爆是很好的，这边破甲就差一个攻击，免爆其实比免破还要好，先起攻击是吧？我觉得先起攻击，最后再说别的，攻击不行，这个不行的，现在再来再搞30个吧，30个又花了20000，日理包先买了，各位买他买他压的，这是啥东西？10个98怎么你？然后10个98。这些都是小钱，突然发现这个好便宜啊，是不是？两个648都不到，就一个就买光了，这算啥嘛？是吧？先充了多少？充了240万了，再洗一个。我们这个比他牛多了，我们这个洗的那么成功，他要再洗的话，他是代价贼大，看着贼爽是吧？玩过前一只王的，看这个啊，爽到极致，搞个攻击啊，大哥，暴伤减免不要，暴击伤害不要，这好烧钱啊！完了，各位，昨天这个副本没有打。哎，昨天这个副本没有打，什么鬼？哎呀，本来想着这时间绰绰有余，我错了，平安锁又不够了，30个648，转眼就没有了。再来三十个，再充20000。这我们先洗个别的吧，来个破甲，破甲这个其实挺好的，但它是个89的，它有92以上我就留了。免破不要呀，免爆需要，这经常来99免破完，烦死了。破甲96，各位可以了，这两个先别着急，先把这个锁了再说啊。咱们现在再搞这个，这个破甲81不要，81的破甲谁要呢？86也差一点啊，大哥，加点油，一个抵抗不要，重伤抵抗不要，再来30个648，以后我们这游戏玩多了，别的游戏还玩的顺眼吗？各位，图图充钱底气都不一样，那也不是底气不一样，是各位给我的不一样的底气啊。再接着写暴击95暴击，这个还行啊，这里爸爸给大家截个图啊，这些都可以，这个是送68这个代金券的，剩下这个我们先别决定，其实是可以留的，这个差得多，来攻击啊，大哥。免爆不要，免爆其实很好啊，免爆咱们有几个了，咱们需要2个，免爆这来一个挺好的，这是锁的吧，免破就不要了，是洗个有用的，这样打不出极致伤害，免控完了20000又没有了，这锁我靠，再来30个，20000又不在了，我们洗完的话差不多就是第一了，但是差那个人其实差蛮多的，还主要是差在等级上吧，然后其他角色应该也差，技能伤害97，这很好啊，各位，技能伤害就是我们要的，好，5个就齐了，这需要一个攻击，懂你，这个攻击特别难洗，这个比刚才那个要难洗的多哦，免爆不要，各位这要洗个攻击的，这样能洗个攻击，速度提升92不要啊，速度也是一个摇摆位，先出手要啥免爆是吧，有道理，30个又是20000，攻击攻击攻击，母鸡母鸡母鸡，攻击来一个，有呗，现在这个就无所谓了，就随便来一个有用的都可以的，免控不要，99免控，哇，这20000花的值啊，各位是不是这个花的有点多了吧，大哥，这个免破也不太好，免破一条都不要，一条都不要，那这个20000花的就太没有意义了，我们这游戏现在每天开6-7个区，是真猛，技能伤害93可以了，各位可以了，这个就可以了，技能伤害是我们有的，这两个技能伤害后面就哇完了，多了一个技能伤害怎么办啊，各位可以了，随便是吧，好随便了，就这个差一个破甲，这个暴击我就不要了，先我这需要个破甲，我先把破甲洗出来，不然待会儿就难受了，96你这真难为我，你这真烦，四攻击四破甲是非常难的，就难在这里，你洗了这两个100，你要不要免破不要，哦破甲出来了，各位哇，咱们运气很好啊，现在就去洗最后一个了，平安锁再来20000，暴击伤害89不要，完了20000又不在了啊，最后一个好难啊，免爆一劳永逸吧，这是一劳永逸比较好，各位最后一个了，123再来20000，就关羽的我们洗的夸张点，剩下的我们就降低标准啊，就刚才如果是给副将洗就没有问题，暴击伤害91，好那就要，好那就最后再洗一个，技能伤害太多了，朋友们咱是四技能啊，怎么都有技能啊，各位咱这个免爆没有，速度减伤暴击各差一个也可以是吧，再洗个速度就更好了，就更难追了，我们这个谁先手谁后手其实很重要对吧，平安锁再来一个，我觉得我们要针对他去搞，没必要套公式，好我也在进步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，免控不要，免破不要，暴伤减免84的不要，免破不要，暴伤减免的话当然很好，但是这是第四个不是第五个，第五个的话我觉得就留防御不要，免破速度提升哇500了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装备的最后一个，这个其实就不用太纠结是吧，最后再来20000我觉得够了啊，不是最后再来20000，好咱们今天花好多钱啊，说什么来什么，就太强了，而且是99的苹果，私信一下暴击伤害，各位可以了啊，怎么还是1018亿啊，不是很高啊，咱们直接去收图好吧，怎么把它抓进来，抓捕一个啊，这家伙1200亿了，
哦，喜他开始喜诸葛亮是吧？切磋一下。哇、哦，他速度比我还快，只要我没死，那你就死是吧？再来，他速度有点快啊，这个速度为什么比我快啊？各位，他的速度是4337，他这都没有速度的，都没有速度的，一个速度，我三个速度啊，他两个速度啊，上了五个有羁绊是吧？这个还抓不了他，我今天想抓他一下。好，他这等级也升上来了，哦，他是升等级升上来的战力，其实战力差不多。哇，他这个锦鲤都升了，他的这个锦鲤好像很强啊。战斗开始，全体获得25的减伤。等个皮肤就能干他了。我看邮件能发了，这个也没有啊。他的速度怎么比我快的？我们今天先研究一下这个东西啊，各位。我先布个阵试一下。刘备、甄姬、赵云，还有个诸葛亮，我们是这五虎将啊。我的速度是多少？我速度是4.9啊，各位。现在我们再打一下试试看啊，切磋一下。啊，我们速度就上来了，各位。一刀秒，我、哦、差一点，就被他连斩了。完了，我们上这个小弟的话，反而会被他杀了。没关系。